到达了我们整个嘉峪关的外城的东城门口，叫做东闸门的门口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正式进关呢，进行参观。OK， 走了。好 ，OK， 来，断纸，断纸，万里长城嘉峪关。看到，啊，去给他放在里面放，天下雄关，长江长城，好，长城也心安了。啊，再转你跑一圈，我跟着你转一圈。哎，用力跑，用力跑，跑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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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，好漂亮啊，这个。转一圈，摄影机没有的话就跟我拿就好了啊。摄影机开红灯，来，一二三，啊 ，OK，OK， 好的 ，OK， 再按一下就关了。来，来，谁的相机先拿啊？很漂亮，阿伯摄像。好，大佛寺到了，大佛寺到了，大佛寺到了，大佛参拜，参拜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佛光普照，大佛。哇，好大的灵星光啊！哪个？睡佛长睡，睡千年，长睡不醒。不醒。这佛光菩萨，很多灵生光。进去了。好，先。你好。哦。佛法无边。哦。哦，变规模了。那么，哇，是从这边啊，一直到这一边，哇，佛高这么高，因为里面啊不能摄影，我只能从外面它整修的建筑物的长度来告诉大家，哇，大佛的佛。佛光普照，你看佛光，你看，都这个，都是我们的灵生光。好了，看完之后呢，原路。听大佛寺。好，我们要离开大佛寺了，佛光普照。完整呢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你看这个旁边下面都是被人家挖的墓园，竟然都没有挖的头 都没有挖到哦。哦，真是不相信，要相信风水，相信要神明哦。等一下，对，就是像那个观音的那种观世音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圆。你又在发光了，又在发光了，像不像？对对对，就是我就是。你发过佛光了。你等一下看看相片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整个这样一圈下来就哎上来了，对对，佛雕的，佛雕的，观世音佛雕的。
没在无望，无望让我行走天下，大慈大悲，让您继承他的伟业，继续前进，继续前进，所以要大慈大悲。所以我在唱，我这回就在唱的灵感就突然不要，你看我讲了很多什么好人一生平安呀，讲究了这个道教的天地阴阳变化呀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团上就突然有这种灵感，就会有一到这个团就对对对，不是每一个团都有，让大家加力。谢谢，哎呦，所以我就觉得像真的见到师傅，可能就是受到你这种力量的这种委派或者怎么样，你一说受到我力量，冥冥之中的一种感觉。来去啊，可以再给你发光啊，起鸡皮啊。这在佛经上有记载的，对，正的不是邪的。哎呀，你还真是了不起。因为我一在车上就有这种感应的感觉吗？好啊，有。你佛缘很深，跟观世音的缘很深，谢谢，所以才会这样子。谢谢。哎呀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到这边来看，就是回去买一部影片，成龙去年新拍的。